大家好，今天就玩超级公主连结啊！没错，这期真的很棒哦！我的天啊，我最喜欢这种游戏了。这边有宫斗系统。我们今天要把那个主线结完。不是探索吧？我记得是另外一种，不是转蛋啊。最近好像有一个新转蛋哦，啊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哦，这只很像又是新的哎，对啊，哦，操，哇，这只太猛了啦！我真的觉得这游戏真的很好玩。我天啊，这种游戏为什么不要出点呢？等一下啊。我找不到每日任务在哪里啊？这个吧。哦，他这探索也太难记了吧！我试一下，已经解到这边了。我现在可以直接扫荡。光是这个系统，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游戏那么耐玩啊？为什么大家一直想玩？就是因为这样子。看到了，这就是它耐人的地方。那我们今天看可不可以拼到这只新角色。来，今天这几个重点。克里斯提娜十连抽，克里斯提娜十连抽，怎么感觉好像抽过了，然后我们没有抽到。好了，那今天就跟他交上全技能好了。那这个全技能是速幻境、巨力、破甲机，那最后还有点火之心，我非常的帅哦！哇，真的是，哦，直接抽下去了。其实这些钻石还算蛮大的，我不用等啊，我就直接开啊！啊 ，no sword，oh no， 钱就这样不见了、欸。信箱给我一下，没关系，刚刚再送我就好了。这样嘞，这样有多少颗啊？哦，这些真的、哦、我超喜欢的，赶快赶快，我都按照星级去玩，然后我现在在主练这一只。他超帅，他现在拿冰棒，然后我现在就是这边都没有三星嘛，所以我就先把它放着，然后先把三星的，也先把可以升的给它扫起来。好，对，这里是卡。我是按照星级吗？对对对，真的好耐玩哦，直接给它十张下去了。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，而且他扫黄金也收很多，整个就是好玩，天啊！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就是抢，因为我是按照星级啊，基本上还蛮公平的。哎呦，怎么差那么多啊？五张直接再下去啊，对，就也是竞技场就好了。我就不信这样还不给我出来，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怎么样啊？哦靠，换这个是不是？我直接在五张再下去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爆冲到这里，可能他自己装备就不够了。我太喜欢这个游戏了，所以你看哦，我们现在这样，他这个也要少吗？怎么办啊？好，现在就是这样子。好，现在这边都是我主练的，因为我现在已经就是还可以继续扫下去，所以我不打算要接主线。但是我们今天这几个会也是一场竞技场。这边你们记得领取这个，那这边可以把角色换出来。其实我是觉得没什么了，因为在我心目中哦，装备是大于角色的。角色其实大家都属于那几只就好了，老实说。而且我觉得这戏很跟风啊，他角色会越出越强的那种，所以
你们要去，我觉得我就一直收集新角色就好了。哎，我就是比较偏心一点的那一个。太好玩了哦，我太喜欢这个游戏了。我一定按照星级啊，这可能是比较偏心的地方。但是他星级真的讲得很准，所以我有人说我不会编组，我管你，我就是要这样编，我就是要这个编组，因为我觉得他真的配得很好，而且他的星级是我上次抽到最新的，他就直接帮我放在最前面了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就到这结束了，然后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可以订阅我频道，拜拜。啊，这个游戏我给的评价还蛮高的哦，但太好玩了，主要是因为太简单了，而且角色又正。哎，我差点获胜呢。好啦，各位拜拜啦，我在一服，努力看一下伤害。